六箱哦，刚好六箱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，六箱，像什么？那个本来就不像。我哪有那么年轻啊？你也很年轻啊，女儿都上大学了，上班了啊，上班了，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都上班了，天哪，今年去上了，就这个月，就上个月去上了，我都要打脸了，真的。厉害不？女儿都大学毕业来工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现在来了几盒这个卖一块钱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把它加了。刚才那个，那个大姐说不相信那个文文是我儿子。其实我在这里做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好多人都会问他是不是我弟弟，我觉得也挺搞笑的。大家都说我什么时候结的婚，其实我也是在法定年龄结的婚，先谈恋爱吧，然后后面才结的婚。然后以前条件有限就没有去打那个结婚证，后面就拖了两年才去补办那个结婚证。两袋，这种一袋，然后那种一袋，加油啊。嗯，文文你过来抬，快点，文文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谢谢你。大的喜，嗯，肯定有人说不相信。现在呢，因为在这里我们也不方便拿那个结婚证给大家看，以后呢有机会就和大家分享吧。然后我做自媒体呢，一般我都是记录日常生活中比较有意义的事，我就把它拍摄下来了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所以怎么讲呢，就是做自媒体真的是没有什么隐私的。头发去剪了呀，这么长了，看，都能扎起来了，长毛怪一样。这头发你多久剪一次？今天辛苦了呀，现在因为还没有那么快开学嘛，然后老范又去外面忙去了，现在呢就是我们三母子在这个店里，体力活的话由他负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买蛋糕的时候我拍视频。我买蛋糕拍视频，我是给你记录你的成长，知道吗？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回顾一下童年多么美好。那你会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呀？会啊。为啥还要这样呀？会啊，我现在就给你记录啊，以后长大了你就能看一下，哇，我小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呀、啊。